过去几年的淹水、漏水、停水，没有一次是因为大雨，就是管理上。对，部长就是管理哦。我们来检讨一下过去的事件，那这要做个责任的厘清。来，6月28号的时候哦，这是又淹水了。更早之前我也查不到资料了。这个是发生在第一期航厦，那个漏的是粪水，有这个事件。2014年，中间又过两年，不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6月10号，在 A9 的登机门又爆水管，这个有照片了哦。疑似是厕所的阻塞，所以造成这个污水的渗出。2015年的11月12号啊，这个丢脸了哈。我们的航警局1、2航厦都发生漏水的状况。2016年的1月6号，哦，因为水管堵塞又来一次，所以他厕所漏水，那这漏出来当然就脏水嘛，哈，屎尿横流，有奖无惩。陶机公司有难不当，有福却要共享。我跟部长，我有所有，我用资料跟您报告，跟过去的状况哦，跟你报告一下，这就是目前的管理文化。如果我们新任的团队不去彻底改革的话，就算明天没有淹水，以后还是会出事。今年5月20号之前的事件，没有任何的惩处记录，被骂到这个样子了，没有一次惩处。这些主管如果还在原职，我不相信他们知道原因。从104年每年每人99万多增加为121万多，然后实质收入增加了，每一个人增加了14万5千元。这样调薪我没有意见，但是要拿出相对的服务水准。这部长您可以认同吗？我想将来我们最纠责的部分从今天开始就会要求，但是关于刚才这个薪水的部分，是不是让这个温副总说明一下，会不会有误会？报委员，刚委员所咨询的有关机场服务费的话是专款专用，而且我们这样服务费的收入的话50%归观光局推展观光使用。我知道。那么有关相关薪资相关分，都是我们按照国营事业薪资管理办法，而且我们所有预算的话，增加福利理由都很多，报交通部还有报院很多在审核。但是你拿出来这几年给国人形象是这样，从来没有一次惩罚，有加的全部一项都没有少。所以我才讲说有奖无惩，有奖无惩，然后有福要享，有难不当，这就是目前的管理文化，绝对不要再发生，好不好？是，谢谢委员指正。对于明天不淹水，我有信心，但于对于他的管理，我希望部长您再多要求，好不好？一定。